这一次当然也会有，因为这个巡演其实早就已经在2020年开跑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跑出去，所以这一次还是决定想要有一个很慎重的重启，所以选择还是回到我的家乡，就是在台北从小生长的地方。第五次站上小巨蛋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有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成绩。就是有他们三个陪我，所以这个演出其实早就已经想了很久要把他们请回来，但是要先等小柔完全的确定不会再生下来。上次谁受得了啊，我刚生完的第三个月我就要上红刊。带我走怎么的